黎姿自从2009年嫁给富商马廷强之后就退出了娱乐圈，一边代替车祸受伤的弟弟李英打理美容院生意，安顿好父母的生活，一边相夫教女。就连其夫马廷强都忍不住在媒体面前大赞黎姿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。黎姿婚后生下三个女儿，她贵为上市公司的主席，但从来不会忽略自己的家庭。每次被媒体拍到，不是陪伴丈夫，就是带着三个女儿外出。近日有媒体拍到黎姿带着三个女儿出门逛街的画面，黎姿身穿白衬衫，清纯感完美再现，就像18岁的少女一样。黎姿带着女儿们一起到宠物店，开心地为女儿们当起摄影师拍照。此前港媒曝光过黎姿三个女儿的正脸照，都遗传了妈妈黎姿的高颜值，非常漂亮。话说黎姿十几岁就为了养家而入行拍戏，她走红之后曾经当过歌手，在1994年推出专辑《不是娃娃》，里面就有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流行曲《白絮衫》，当时黎姿的美貌为这首流行曲加持，令白絮衫传唱度甚高。如今24年过去了，1994年出生的孩子都结婚生孩子了，黎姿的美貌却是多年不变，令人惊叹。